2015年7月13号星期一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，我是雨萌，我是菊源。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微调查。那最近呢，很多人都在说，哎，这一两天青岛有点变热了哈。其实没错呢，青岛呢在今天应该是在7月13号到22号已经是进入了初伏，中伏是从7月23号到8月1号，闰中伏是从8月2号到11号，末伏是从8月12号到21号，总共啊，前后这个三伏天啊，应该是38天。嗯，那也有中医跟我们介绍说，这段时间要少吃冰冷的食物，因为这些食品会使寒气入侵身体，难以排出。为了使体内的寒气排出呢，还建议大家在这个伏天尽量多喝热水。没错。那除了在饮食上呢，在三伏天还应该注意点什么？今天的微调查，我们就来说说伏天的生活小窍门。欢迎您们短信210加留言内容，移动、联通、电信用户统一发送到10628532。另外，也可以欢迎您登录青岛网络广播电视台今日微信公众账号，或者是新浪今日官方微博参与今天的微调查。也欢迎您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今日官方微信。好的，我。